感觉睡眠不太好，一个像运输机一样的那个肺炎，在空中啊，带着设备下来的时候，像牛叫啊，那个像牛叫啊，就像那个，有时候像超载，像超载似的啊，那个像牛叫啊，发出来的声音呢啊，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呢啊，就影响睡眠了啊，这个发出来的睡眠，声音呢就影响睡眠，这个是，你要讲了大瀑布那边，外星人的飞碟啊。再把那个地下通道里边要更换的设备，正在运过来啊，运过来的时候，因为太重了，低空飞行的时候就像发出牛叫似的，从临界传过来了，所以影响了睡眠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啊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不过快要结束了啊，后面就大设备，最主要的设备运过来一个，后面就没不会有那么大声音了啊，后面就可以安静的睡觉了啊。后面可以安心睡一觉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